有看很多，但这种看完就忘记了，不会去记得，因为不需要啊。长这样，开玩笑。没有开玩笑。撩妹啊，我觉得诚恳吧。我觉得那些就是笑，我不觉得妹会因为那些撩妹语录，然后就真的被你拔到。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人是要诚恳的。如果你讲的东西很无趣，但是是发自内心，我相信还是会感动的。对，所以诚恳 ，OK。